哎姐，哎呀，你那么急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你跟着我走，不要说话就是了。到底哪一个好呢？这个很漂亮，就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里面那个水果蛋糕几寸？十二寸的，多少钱？1260。这么贵啊？哦呀，你帮我包起来。哎，你买这么大的蛋糕送小马，他一个人吃得完啊？我陪他吃啊，再吃不完我当宵夜。你呀，对他太好了。你也别挑剔啊，赖送给你也不错的。还说呢，他连我生日几号都不知道，还谈送我蛋糕。没关系，下次我送你蛋糕。你省省吧。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看电影，好不好？我才不要坐电灯泡呢。你和小马去享受你们二人世界吧。是。哎，晚上别太累啊。讨厌呢你。二宝到底几岁啊？二宝，二宝，啊，到了。哎，玫瑰，没事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是要穿早点的？没事，你坐坐。二宝，谁呀？没事，你跟他进去去。没事，真的没事。他谁呀，二宝？没有，等一下再讲吧，好不好？没事。哎，到底是谁？你不要出来，拜托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啊。玫瑰，二宝啊，你一看我进去，到底是谁啊？叫你不要出来嘛，你先进去嘛，等一下再讲。玫瑰，你走开。玫瑰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你干嘛？你管我干嘛？去要去骗那个妹妹啊？你何必嘛？你要不高兴，我只是逢场作戏嘛。我马上叫他走，好不好？逢场作戏，你还带回家里来？你当我死了啦？哼！玫瑰，我还是爱你嘛。哎，谁生日啊？二宝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哎呦天哪！你进去好不好？不要，你跟我讲他到底是谁，为什么？我等一下再讲好不好？你先进去看看。不要，你现在跟我说。等一下，你留着好了。玫瑰。五万，我刚刚打了5万，你打我盯我打7万，6万，哎呦，你干什么嘛？真是的，哎，你大包小包的提过来干什么？5万，我想搬回来住。
嘛，一个小马闹翻了。年轻人嘛，打打闹闹的，哎，平常的事情嘛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那我来干嘛？干嘛？你不欢迎我回来啊？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不欢迎你呢？我疼。你想看，白天我带小孩，晚上吧，抽空我带小孩，你怀我怎么办呢？哦，你还要我养你啊？真是。来，东风。东风。哎，快拿时间来。拍好吧。干什么你呀？哎，无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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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么快呀？对，我风景好好的。什么牌嘛？一会儿就糊了，真是。六代六代六代，这牌呀，那么大呀。你放的？好，你放，我放。哎呦，八万，八万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那个。贾总，那给你糊了。哎呀，正好我气动。哎，这家怎么搞的嘛？正好我气动啊。这赔钱货，说他两句他就生气了。这个怎么搞的？赖子怎么办呢？叫他睡沙发了，那还能怎么办？我也不好意思。什么不好意思？我们两个什么交情啊？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光阴，我都跟你在一起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不好意思？你现在是名花有主了，我知道你当然会同意了。不过我怎么知道赖子同不同意呢？哼，他只要敢说一个不字啊，我就一脚把他踹出去。哎，他男人很奇怪，老是说什么朋友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好像只有他们男人才懂得重视朋友。哼，我吕秀芳啊，倒要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姐妹如手足，老公如狗屎的厉害。谢了。不客气。说真的，跟了小马三年，跟社会都脱节，现在要自力更生，还真有一点不习惯。我早就劝过你别太依赖男人，可是你又不听，还说小马不会变心。现在你看看，哎，你跟小马真的没有转变的余地啊！今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，说我劝你回心转意，不要再提他了。不会回去的。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请问这里是不是74号？是啊。哎，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嗯，你们是不是要请人？你是来应征吗？是啊。你来请。谢谢。小姐，
帮你添下的那点。好。麻烦你先洗一下。老爷，别忘了把球杆带上车。是。老爷，再见，老爷。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？护理学院。没有。小姐，我们是请特别护士，你没有这方面的资历跑来干什么？对不起。通知这位蔡小姐，我决定用她。是，老爷。刘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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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请留步。什么事？我们少爷要请你回去。我又不是医学院毕业，又没有护士文凭。刘小姐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我们少爷坚持要我请你回去。刘小姐，您请。小姐，请。小姐，你请啊。少爷就在这房里，你请进吧。别怕，我们少爷他人很好，他只是想单独跟你谈谈。是你要见我？找特别护士？是的。你爸说我没资格。你不用在意我父亲说什么，他已经出差去美国，等了一个多月才能回来。况且，要找特别护士的是我，而不是他。你不是护士？不是。我在学校学过一点护理课程。你有耐心照顾病人吗？有。其实，最重要就是耐心。其他的根本都不重要。我今年28岁，我患白血病已经六年了。那一年我考上牛津大学的文学系，我好高兴我可以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学文学。可是在出发前夕却发现我白血球过多。那你不出国？我爸爸不肯让我去，他要我在台湾接受治疗。我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接受放射治疗，最近我在吃一种新药，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药。为什么？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。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？愿意啊。一个月3万，不过你要住在这里。3万块啊？没问题啊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我一叫就听得到。我晚上睡觉可不可以把门关起来？最好不要。那是因为我病发的时候不一定叫得很大声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房间我不会随便进来的。I'm a gentleman, trust me, OK? 好，好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明天可以来上班。你现在回去收拾吧。明天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咖啡，谢谢。真的叫你明天去上班啊？对呀。哇，我真替你高兴，这么快就找到一份好差事了。我也没想到他真的用我哎。哎，你做特别护士，我看他八成是个大色狼，要不然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别胡说了，人家可是真的 gentleman 呢。gentleman。绅士就绅士，还说起洋文来了呢。这是他说给我听的，其实我也不太懂。我的英文早还给英文老师了。哎，你说他要到英国去念书啊？嗯。那他的英文一定不错。哎，你可以跟他学英文嘛，这样子啊，省得花钱请补习老师了。算了吧。哎，我觉得他这人怪怪的耶。你管他怪不怪，
3万块钱包吃包住，这种好差事到哪里去找啊？先做了再说吧。刘小姐，哎，你来了。是啊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哦，谢谢。还有没有什么让我帮忙的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，全在这儿。少爷，你来了。是啊，你不是叫我今天来上班吗？一天有24个小时，我怎么晓得你哪一个小时回来？是啊，说的也是。少爷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，你忙吧。我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明天我要去医院验血，你要陪我去。是。如果验血的结果不好的话，他们就会要吃那种药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见识到那种药的威力了。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我要不要穿防弹衣？防弹衣。我就知道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好冷啊！
喂，什么？你不想做了？他需要一个真正能够照顾他的护士，我根本做不来呀、啊。看到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在一旁也帮不上忙。我觉得我好像在欺骗他。不错，我是需要工作。妈了，可是我不忍心继续欺骗他嘛。他人太好了，不晓得好人为什么都要受这种折磨。上帝都太不公平。你怎么了嘛？怎么哭了呢？你这么感情用事，你怎么做护士嘛？根本就不是一个护士嘛！我决定，我明后天他好一点，我就跟他辞职，我宁愿少赚一点钱，我也不愿意在这里看着别人受苦，结果自己跟着受苦。我昨天病发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怕？不会了。别骗我了。还好啊。其实做个老师真不容易啊。不是他，其实我也。好了，我不逼你了。我如果把你逼走的话，我就没有特别护士了。哎，做的不错，给我的吗？好啊，你要吃先给你吃，我再去做一份。谢谢。要吃就吃营养一点的，冰箱里还有好多东西，还有热狗啊、火腿啊，通通拿出来，不要客气啊。好，我再去帮你端一杯牛奶好了。嗨，你好，你找李耀东还是李自立？无论你找谁，我们一样欢迎。读医生之后，请您留话。子弟，你还没起床吗？哎，爸爸到了美国可一直没睡觉啊，一个接一个开不完的会，吃不完的应酬饭，可爸爸给累惨了。哎，做有钱的人可真不容易啊。嗯，哎，对了啊，你到医院做治疗了没有？医生叫你吃的药，你可一定要吃啊。这种刚进口的新药对白血病特别有效，这样才能把你的病彻底医好。哎呀，抱歉啊，我真的要睡了，要不然我明天开会啊，一定会语无伦次啊。再见了啊。哎，你爸对你真好。也许吧，自从我妈去世以后，就是我跟她相依为命，她是应该对我好。不过，我觉得他更重视他的事业。其实男人重视事业是很正常的。我对做生意就没有兴趣，就算我没病的话，我也注定不会继承他的事业。那你对什么有兴趣？戏剧咯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说你本来要到英国去念戏剧的。你对戏剧有兴趣？你说戏剧是那种到国家剧院去看的舞台剧是？国家戏院我是没有去过啦，不过我都到西门町去看电影。对啊，电影也是戏剧的一种方式。比如说，戏剧有亨利五世，电影有亨利五世。戏剧里面有哈姆雷特，电影也有哈姆雷特。啊，哈姆雷特是不是就是那个 Mel Gibson 演的那个？那个我看过。真的？嗯。那太好。那你觉不觉得莎翁这种性格悲剧是他演的最好的一部作品？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了。不过我是因为哦。那个Mel Gibson实在太帅了，我是因为喜欢看他我才去看。还有那个 Richard Gere 也很屌，你看他在《麻雀变凤凰》里面，他那个斯文啊，那个样子，好棒哦！还有欣赏戏剧要由浅入深，不过看电影刚开始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一点经典剧本给你看，我还可以教你。算了，哎呀，我饿肚子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不想谈，我再去做一份早餐好了。你先用吧，啊。
我早。啊，大爷，你早。早。早。大爷，你要出去啊？哎，我想出去散散步，好久没出去散步。我自己走就好。我没跟他去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少爷没有发病的事，跟正常人一样。他这两天看起来精神很好，也许是你护理有方的关系。我哪有？不要客气，你做得很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谢谢。你买这么多菜，先家里请客吗？不，这些菜啊、水果啊，通通是给你吃的。你要我吃素啊？不是要你吃素，这些都是健康食品。啊，我到图书馆去借来了书，那书上说这些食品呢、啊，对你的病都有帮助的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到医院治疗了？不行，医院还是要去啊，但是双管齐下，你会好得更快啊。你越来越像特别护士了。当然了，我怎么可以白领你的薪水呢？白的我就是什么？你手机还是寂寞呢？哎呀，社交很重要的。哎，我们火了，火山了，你们这些人，不。妈，哎呀，啊，你又回来是叫我放手给人家？东风要不要？东风，东风不要。不，回来送钱让你打麻将，真的？哪会有？哦，等，我女儿说，你看看，哇，真的，这么多钱呢，是给我打牌哎，小乖呀，玫瑰呀，哎，这可是你赚钱给妈用的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每个月月初呢，我都会拿钱回来给你。小孩就别带了，专心打你麻将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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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羡慕你。对对对对。对哇，这么好。老板对我对你不错啊。废话，废话。死了，我对他也挺好的。他是在外面小心的好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哎呀妈，他是病人吗？我护士啊，那我照顾他应该的嘛。外面病人很多，我哪能对他不？碰吧碰。不是啊，我在说，哎，这个病人跟这护士谈恋爱，我们都听过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是别人，我不会了。
他那么有钱。我就说你啊，他是你们老板对你好，可是他又得选，万一有一天，哪排哪排，万一有一天挡不住他，万一有一天他他有没有会不会死啊？有没有钱啊？有没有财产啊？对呀，我不要说了。哎呦，怎么的？哎，别说了，好好听着。哎哎，下面有钱了啊？对，我们提醒他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老爷刚刚打电话来说，他下个礼拜就从美国回来了。老爷说，这趟生意谈得不太顺利，所以迟延一个礼拜才回来。他回不回来，都别关心了。少爷，你想什么时候开餐？等刘小姐回来。啊。回来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不晚了，正好赶上吃晚饭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吃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没有胃口。那我们出去吃，换换胃口。每天在家里吃，很容易吃腻的。我们出去吃？对啊，你来了这么久，每天照顾我，我还没有请你好好吃过一顿饭。不用客气了，其实。你才不要客气，请。也好，你跟少爷出去走走也好。好，走吧。我不喜欢吃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。没关系，我们吃点别的好了。好啊。你讲的笑话已经冻袂笑袂出来，今日的天气是好天也是风台，我经过你的梦中，听见你的心事，正手是感激，倒手是感慨。这款的故事已经听过几落摆，昨暝在倒位也不免讲予我知。风吹过你的头毛，吹出你的心事。正手是无情，倒手是无奈。敢讲你看袂出来，敢讲你看袂出来，敢讲你看袂出，我已经为你放弃我的将来。心爱的你，敢知我为你付出全部的爱？心爱的你，敢知我为你付出全部的爱？故事
太香了，天哪！那个臭豆腐真是好吃啊！是吗？我早告诉你了，你还不肯吃呢。哦，我真的好久没有这样快乐玩过了。真是谢谢你。不要客气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帮你端杯茶。你好像很喜欢这首曲子。这首曲子是我妈最喜欢的，小时候常看她一个人在放唱片，她一面听这个曲子，一面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哎，也许她是想到什么了，或者是想到某人了。也许吧，不过这个人绝对不会是我爸爸，因为我还没听过我爸听过这曲子。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那个人是谁？那时候我还小，不懂感情的事情，等我长大他就去世了。伯母什么时候去世的？九岁的时候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决定不要到医院做药物治疗。为什么？因为治疗程序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为什么？怎么医生没有告诉我？我打电话去问医生。你不要打了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那个医生的治疗方式吗？还是？你听我说，我觉得我药物治疗时间已经够了，在这段时间，我想让自己轻松一下，到郊外走走，这样对我的身体反而有帮助。真的？可是你爸过两天就回来了，你要不要先问过他再做决定？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为什么什么事都要问他？我自己不能做决定吗？对不起，有没有吓着你？没有啦。真的，我不是逃避药物治疗，我只想过一段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想去哪儿？哇，太帅了！开心吧？啊，一辈子都没想到我可以开这种车，哇，太棒了！你不会开车啊？
家里有司机嘛，用不着去开车。有钱人。哎，想不想学？你要教我吗？嗯。哦，对，然后踩离合器，踩离合器换一档，对，离合器这样子弄。好，放离合器，放离合器。慢慢的，他过来这边。好玩吧？太刺激了。下车。开什么车嘛！不会开不要开。对不起了。还好我命大。先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不用了不用了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啊。哎、没有关系啊，对。是你开的车啊，还好我身手比较好，要不然就被你撞死了。小心点嘛。对不起啊，先生。没事没事啊。再见啊。再见。对不起啊。好啦，没事啦。还不错的嘛。不错是不错，不过我看你有点忙了。看起来蛮好的，是灰尘多了一点。这样才不会无聊啊。你别得意。可得帮我了，谢谢。这个是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在那边。手上那什么，给我看。没什么了。你不给我看去，那我回去。这不是止痛剂吗？给我看。你带那么多止痛剂干什么？医生不是说不能用吗？我是拿来以备万一，我不会用的。你没有骗我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暂时相信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就告诉我，我送你去医院，知道吗？对了，我刚问你那洗洁精还用吗？哦，那个储藏室还用，帮你拿。找人来修啊。对啊，能不能找人修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这边好像有电话。有，这边有。以前啊，我有空的时候几乎天天去骑马，我骑得很好。真的？嗯，要。喂，是你哦。哈，原来是你们两个。你来干嘛？嗯。哦，你是水电师傅啊？真巧，原来你们住在这儿。对不起啊，师傅，今天下午不好意思，不要介意啊。哎，没关系。
关系啦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搬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我们是今天下午才来的。今天下午？啊。师傅啊，水龙头在后头，我带你去。啊、哦，我叫孔武，贵姓啊？叫我玫瑰好。玫瑰。师傅，请啊，一会儿再聊。喝茶，师傅。谢谢你啊，玫瑰小姐。玫瑰小姐，这种旧房子啊，水龙头很容易坏的。我是暂时先帮你修好，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换个新的比较好。这个我又不能做决定，房子不是我的。不用换了，水龙头可以用就好了。这房子不是你的，他们家的。不是夫妻了？不是啊。那是你们是？我跟他，我朋友，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你满意了吗？是朋友啊。走，不用走了。啊、哦。玫瑰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了，拜拜，先再聊啊。好。请进。我洗好了，该你去洗了。好美哦！不要说了，快去洗吧。有事吗？睡不着。你又不舒服了？没有，我是觉得很冷。我可以睡你旁边吗？起来了。啊，我早上起来看你还在睡，帮你准备好早餐了。又做早餐了？嗯。那你呢？不吃啊？我吃过了。
住在台北，我们绝对享受不到这悠闲的乐趣，对不对？有了比较才知道，台北住的真幸福。既然你喜欢这里，那我们就一起住下来，好不好？住在这儿，你要住下来啊？对啊，这边环境好，空气好，在这边住下来，命会比较长一点的。你考虑看看嘛。好，我考虑。我有预感，只要我们在这边住下来，我的病就不会再犯，我身体会慢慢好起来。而且我在附近找个工作。你要找工作？对啊。你？对啊。我一样可以工作啊，而且我们要这边住下来就要钱，那要工作才能赚钱啊。我不能。早啊。哟，早。吃早餐呢、啊？牛奶、面包，这什么？你们不会是从城里来的？吃个早餐还这么讲究情趣啊？我们乡下人就不来这一套，随便一碗地瓜稀饭就解决了。嗯，这面包还挺香的。我们接水龙头没坏。坏。我今天不修水龙头，休假。那你今天有什么事？啊？你们待会儿干嘛？没事啊。那我带你们去骑马。好啊。嗯。哎，走啊，骑马。一起去嘛。走了走了，你个头高。走了，待会儿我挑匹高点的马让你骑。你好重啊！来，好玩哎！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你每天来我都带你去玩。好啊，哎，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这好好玩呢。那不用了，我先回去好了。哎，明贵，走了。哦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地滑。来，我扶着你好了。啊，谢谢。我想下次我可以自己骑了。嗯，要不要再骑一圈？休息一下好。他们大概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哎，玫瑰，你们来了。嗯。哎，我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卓太太，我们大伙都叫她卓寡妇。他们都这么叫我。这位，啊，你就是刘玫瑰小姐。
你是李自立先生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请自来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交朋友。哎，你好像好几年都没有回来住过了嘛？因为我病了，所以有五六年没来住了。哎，李贵，哪个一来错啊？哎，你就叫我们这么站着。你们坐，我弄点喝的。好，请坐啊。我相信孔武已经告诉过你们了，我这个人呐，没有别的嗜好，就是喜欢交朋友。只要我知道镇上新搬来的朋友，我一定会先去跟他们打招呼。如果大家聊得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做个好朋友啊。如果谈不来，那也没关系啊，大概是缘分没到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曾经结过四次婚，三次婚姻都维持不长久，并不是我不爱我的丈夫，而是因为我不善于去表达我对他们的爱意，以至于他们以为我不爱他们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他们对我的爱也就慢慢的淡了。夫妻之间缺乏感情交流，婚姻怎么可能维持长久呢？我们老一辈的中国人就是有这么一个缺点，根本不好意思跟他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，人家怎么会晓得你心意表示的是什么呢？所以我经过三次婚姻失败以后，我就痛定思痛地自己检讨，终于让我想到了把握住机会重新来过。等我认识了卓明，我决定要跟他长相厮守，我就主动地跟他说我爱你，结果他接受了。我们婚姻生活维持了16年，直到他病逝我们才分开的。不会啦，我们都喜欢听啊。下次到我家来，我煮饭请你们吃。好啊，孔武啊，别忘了替我约二位啊。没问题，你们听到了，早早回家请你们吃饭啊。啊，谢谢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我送你啊。再见再见。我送他们啊。再见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卓太太。不客气，孔武谢了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哎，那我这帮我们送走送走吧。老爷，您提前回来，怎么不叫我们去接您？算了。少爷呢？少爷他，到哪儿去了？他说到农场去住一段时间，散散心。到农场？你怎么放他去啊？他正在接受药物治疗，不能够中断的。我也劝他不要去，可是他坚持，我拦不住他。没用。我们请的那位特别护士呢？刘小姐跟他一起去的。刘小姐，哎，我用的那特别护士不是姓蔡吗？那个姓蔡的被少爷否决了，他决定要用那个年轻的刘玫瑰。荒谬，荒谬！我不在家，每个人都反了。哎，快打电话到农场，叫少爷马上回来。是。自立，我想我该回台北。什么？你要回台北？你的病已经好多了，我这个护士好像当假的，领薪水领得我良心不安，所以我决定明天回台北去。我们不是说好，
你要这么住下来吗？这边空气好，环境又好，回台北干嘛呢？回台北找事做，不当你的护士我没收入，总不能在你这儿白吃白住啊。玫瑰，你别这样嘛。别说了，我决定了，而且你也该回台北去，不要让你爸担心。 玫瑰，我爱你。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司令，你怎么了？司令，你不舒服是不是？啊，你忍耐一下，我扶你回了房间去。等一下，我叫医生呢。啊！你再忍耐一下，我叫医生。房里有药。房里。戴司令。车来，我这里是景德农场。什么路？什么路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好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挂啊。司令，这一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一切责任由你来负。是长青路。50号。病情不稳定，不能让你知道我很痛，因为这样你就不肯跟我来这里。给我吃的那个药，那种新药根本不适合我，只会让我活得更痛苦。我每次治疗回家我就呕吐，就像死了魂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到你之前，我早就想死了。是你让我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。自立。杀了我，我才敢告诉你，否则这个话，也许会一直在我心中。其实那天你帮我，我心里知道，你要是真的帮我，我也会让你帮的。司令。